槽进行堵漏作业。清晨四点多，基隆港东岸码头工人又闻到恶臭刺鼻的味道。原来上周五氢氟酸外泄的同一个地点又出包了，好像薄得像纸一样。氢氟酸外泄，十吨的白色气体因为压力的关系，就像水柱一样从槽话筒喷洒出来。港务局消防队人员穿起防护衣，戴氧气。